2014年9月28号，我们到屏东的爱琴海住宿一晚。这里的设备还不错，还有游泳池。明天早上的风景应该很美，我们在海边。期待明天早上的风景哦。这里还有水上摩托车展示一根大香蕉，还有这个算是摇椅吧，看看，我来摇看看哦。我们今天晚上两人是住水管屋，那前面有那种冰屋，它是四人房。你看看一下，它是气球做成的，感觉很不错。夜晚这样看起来也很美。偷偷来参观一下他们住的冰屋。哎呦！拿脸拿起来！哇哦，做冰屋哎！哇，很漂亮哦！哇，自从我做了冰屋以后，变壮了，变壮了！哇，真厉害呀！对呀，好喽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佑。今天是9月29号，早上天气晴，一大早太阳就很大了，南台湾的太阳真热情啊！来介绍一下这里的环境吧。房间门口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洋。这里有一双翅膀。大早都没人，人家都该还没起床，就先来拍一下这里的环境。这里的装置还算不错，这些座椅晚上是会亮的哦。前面还有一台海上摩托车、水上摩托车。这里还有一个目前没有在使用的游泳池。哇哦，这海！很远的地方。环境介绍大概是这样子，待会见哦，拜。